以往这个时候，这个哈尔滨市中心呢有很多的人在这里休闲，现在呢是很少看见人了。这就是著名的这个地标，市中心的地标密室 Inn。 密室 Inn 呢，以往这个时候也是在前面也停了很多的这个出租车，但是现在呢一辆出租车都没有。关闭，看这个时间是一直到4月15日，关闭的时间一直到4月15日。实际我是不太愿意戴口罩的，因为在美国呢，如果戴口罩呢，就说明你是有病，那么你有病你就在家里这个静养，等病好之后你再出来。但是现在呢，哈尔滨县呢要求居民呢都要戴口罩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要遵守他的政令，把口罩戴上，在采访中呢也要戴口罩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尔滨市中心这个空空荡荡的大街。